小宇宙，九尾 Q 和小宇宙并驾齐驱，两个人同时一 B 打，然后小宇宙更胜一筹。RBS 要做噩梦了吗？哇，中了，这边真拉过来吗？没有，一丝血，差点反卡成功。然后近点的话，又是交手，看一下王骚骚这个手雷。但是五位在加油站的方向已经被放倒。是的，双方人数已经一换一。头顶上踩人了，没有听到脚步声，想换脸就打远点的人。由于这是一个堵桥，大背身。哇 ，eBaby， 你看看在桥头的位置，桥中间看着自己的兄弟纷纷倒地。嗯。哎，任何。过来啊，没问题，林强就在脚下。嗯。哇，那 CDG 这一波成功堵桥，以前的比赛当中也是有过在积分赛之下可能去想说堵桥的情况。哎呀，果然 DSS 来到龙脊山上和天霸交了一波手，但是。只有李白一个人在龙脊山上，他本来是想要上来观察的，但是天霸的这个车速度来得也太快了，不有所防备的呀，你的车身动静比较大。倒下的队友也直接被补了，上山的速度太慢了，有个反坡，就看林树的这个发挥测验能不能偷到人，自己不要掉啊。现在还有一个 DDT 在这里截下一个坦克，小皮城这边 Paro 露露赶紧得要溜了，许生这个位置是没法救的。嗯，应该是从位置来看，赶紧把那个地主家给放弃了啊！哎 ，KRG 的话也是在进入遗迹以后被 MCG 抽了。一路上车队被赶，这个距离好近啊！林叔被打下来了，直接被补。哦，特意的反坡。第一时间没有将瓦玛给击倒，反而是七七自己还吃了一枪头。嗯，抽到的一丝血推七一，直接被抽倒，被玉玉。能抽他们的枪线角度太多了，而且这种现在这种栏杆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呢，这个教堂还不好打进来。是的。嗯，大工程在这一局里面，他们。主要是现在位置还行吧，就是周围边缘对人不多，就总比去打个乱战壶四v四吧。可以啊，因为现在不是打战术，我们练投掷物，对对对，就在遗迹去练，嗯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完全可以啊。而且这个地方它和圣山的那个遗迹还不一样，这个地方其实吃的圈的可能性还挺高。但牛排皮那边由于是一个弱侧，他其实有角度进的，他也不急于说我要去强行去要这个寡妇村，寡妇村本身。如果有队伍想要去撞他们呢，他们也可以提前做一个这种防守。是的。假防空洞，上面的这个麦田的位置还不错，城里边就是 P 城的东边的城头是没人到了一个寡妇村啊，所以顺势这个假车库就没人的情况，直接被他们拿了。嗯。但一会儿可能 CTG 会对假车库有想法，他也知道你来了一队。KRG 好难受啊，打不出来呀，这个外围全是枪，枪杆子都架好了等着他出来。嗯，别看现在2004抽得很爽啊，一会儿自己要面临着可能进圈被打劫破的队伍。嗯，搞一波波，搞一波，还有一记背刺 DSS。 所有的人都在看这边的五房有没有靶子在抽，没有一个人看屁股， TMA 这边拉的反坡就是一梭子，已经抽的有点窝，解锁了2004往上摸的一个机会。完了 ，DSS 完全被牵扯，能补吗？看一下2004后续的力量在哪里。好 ，Paro 冲过来，韩航主要是一个人防守这个点位，所以扛不住啊。扛不住。来一个斜坡，这个手雷把自己队友给补了。在车上的一波一逼子，但是黄一鸣和梁 KK 的出枪啊，小杨和小雨这都是直接被斩于马下。但两边的伤亡其实现在还蛮惨重的，小五只有一个人能操作吗？面对对方两人，悟空与此同时看你们打的是不可开交，直接拉出来。而且蓝圈已经过来了，在圈的，在悟空再给 Pero 施重压。是。给队友续一颗烟吗？没有，吃到一个手雷，小左也倒地了。看马哥，
哇，劝架方这波悟空的收益很大。好的，被悟空团灭掉以后，这一次也打得差不多了，而且他前面是有点位可踩的。圈还切回来了，我的天哪！翔鹿啊，翔鹿的话也是烂人和李，但是近点是一个一打一，烂人过来吸引注意力。哎呦，小心一点点啊，这枪还打得挺准的。哦呦，反打成功了，这里只有一丝血，烂人刚好是在开车。不是，烂人一看我也是残血啊。对啊，这个时候不好倚的。这个时候绝对不会相信队友爆你的一丝，但这是真一丝。最后让素九啊，成功的拿到了这一分。大残一滴，那人我经验老套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啊！四九说我信，兄弟，总有队友想害我。哎呀，烂人也被 Coco 给打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哇，现在反而是只有一个，侧翼有五位的人出枪，哎呦，一记跳杀，爆头。近点两个人已经是被 New Happy 给处理掉了，因为我们之前觉得如果圈往外走的话，可能是 CDG 会对这个假车库发起进攻，所以圈还是主宰啊。平地啊，小北距离有点远，反打给压力，硬打给点压力把对方给压退。现在 DS 的人少，只剩下了 Coco， 人数上面的压制。是的，等兄弟打个药，别着急。素九已经是往前在突进了，过点一波集火。位置被锁定了，就在这个树后。是的，只要协同做好，对对对，这波亲人压力不会很大。有对，就这个角度，稍微近了一点点。好，没关系，还有颗燃烧瓶，扔到树上就能蔓延，把人给烧出来。好像又轻了一点点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总得往外走嘛，树就这么一点点。哦哟，这边 GDT 一颗手雷，天路的话也遭大中啊，撒娇直接倒地，撒娇没了，只剩下了聪聪和小童。哎呦，刚出烟啊！哦，但是玉玉好凶啊！这个车上反打，把彤彤直接给放倒，炮楼的位置直接被抢了下来。小聪的聪没了，只剩下了小童。童也没了，童。童也没了，没了，被打掉了。他自己被架住这个门口，哎，上面有一个伏地的，但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。还好兄弟们是一起走的啊，没有说一个人逛上来，那十七应该也是听到有人想去贴这个，他在假车库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的假车库。哎呦，博有机会，哇，把美女给打了，先把人给补了，自己一丝，先打个药，不慌，反正是不给分了，分是不可能再给了。这蓝圈伤害好疼，扛不住了，七阶段的蓝圈伤害根本扛不住。但是在这一，但是这个扔燃烧瓶的时候，小鬼是直接被找到了一个机会啊！哇，楠楠这波他们抓的好啊，关键是他抓的好的同时，他又很准，赶紧来了啊！还是想往前走，但是没有车了。对啊，你看小北的这个位置压制力太强了，很准啊！一百 UG 在手，胆子稍微有点大，还好自己没倒，还出不来了。看到了杜兰的位置。素九的发挥，玉直接被带走，因为 New Happy 这边是要先吃蓝圈的，所以先给 DDT 压力，那么十七就是直接暂时先被解放出来。不抽个奖，十七是摸到了近点，他是离梅花桩最近的一个位置，只要自己不倒就能打侧身。十七说这个雷好准，把楠楠给炸倒了，这个时候好像还来不及腾出手。New Happy 来不及，很低，哎呦，还是被烧了。就这个小角落呀， DDT 与此同时顺时针压过来，摸要摸屁股，还在掏投掷物的楠楠直接被带走。是的，四打三，现在 DDT 的角度被限制得很死，你这个车炸还把武器机给甩出了蓝圈，是直接被震飞了。是的。
应该看一下今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好的，也是恭喜十七二在这一局是拿到了十一个淘汰，成功吃鸡。哦，这个圈刷的有意思。这个圈刷了一个以教堂为中心，圈五的时候教堂就是正正。